缝，只有三年，只有四年级、五年级生才知道无缝，小朋友不知道无缝。无缝就跳过了，就跳过。无缝是，古时候的一个片子。啊，对。时代留给时代的问题。对对对。时代的问题留给时代去化解。时代在一直在制造笑话。我们现在要更努力的是，怎么样连接大家的情感。好。两只手接我，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。西族人好听话哦。吊树高，树高就爱放水流。咱厝边啊，厝内若无人通好照顾，春暖就水流流去，快快乐乐的青春。人讲一枝草啊，一条路。Thank you.